女儿，今天接着给大家拍。昨天把那个水管都安好了，打压完，压力好，不漏水，不漏气，不漏压。今天拿水轻轻的灌一下，把土就瓷了。上水下水都搞好，先把它们全部露出地面，到时候贴子地板砖完后，把它给裁掉。上面全部拿那个矿泉水瓶子剪破，扣住，防止里面掉尘土或者掉水泥、掉等等杂物。这个是将来的厕所，现在我们这政策好像是，倒是改水厕，做了两套准备，一个是旱坑，一个是水厕，准备工作做好，到时候就